严幼韵是复旦大学招收的首批女学生之一，并迅速成为当时校园里备受追捧的女神。她开着自己的爱德福汽车，与先生杨光生在一次聚会上一见钟情。有道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位于南京西路江宁路路口的大华饭店，有幸见证过许多才子佳人的花好月圆。黑白照片上的严幼韵与杨光生俨然珠联璧合，风华绝代，造就万人空巷千人观礼的盛况。如今这张相片也成为旧上海时髦婚礼的最佳佐证。瑞士、伦敦、巴黎，她伴随任职外交官的丈夫辗转于各个摩登都市，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她优雅端庄的倩影。1938年，杨光生先生出任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严女士带着三个孩子随同前往。在菲律宾，杨先生因拒绝为日军筹集物资而不幸罹难。丧偶之痛虽仍未平复，眼前是逮捕的幼女，混战的异国。本是万千宠爱集于一身的大小姐严幼韵，毅然带着中国领事馆的40多位家属，亲自种菜、养鸡、养鸭、腌菜，在生活资料极度贫乏的情况下，自己动手做鞋、做酱油、做肥皂，自强自救，共度难关。抗战胜利后，他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女儿去了美国。一个单身母亲争取到了联合国礼宾司官员的职位，以一己之力担负起三个孩子的教育和生活之重任。从1946年直至1959年退休，他在礼宾司的工作非常成功。退休后，常受到昔日同事们的牵挂。1959年。严幼韵与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完婚，从此他的生活又一次充满了活力和色彩。两人互相扶持，走过了26个春秋。丈夫对妻子呵护备至，妻子对丈夫更是关爱有加。顾维钧先生晚年时，每当别人向他讨教养生心得，他总会笑着说，只有三点：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照顾。母亲严幼韵总喜欢和杨雪兰讲述当年在复旦念书的故事。那时外面的世界熙熙攘攘，可只要一走进复旦的校园，整颗心都会自然沉静下来。浮华躁动滤过，心中只留下学子对于求知的渴望。复旦像一位睿智成熟的长者，将自己渊博的学识和崇高的信仰毫无保留地赠予那时尚年少的严幼韵。纵然时光匆匆而逝，但这里始终是严幼韵无穷能量的源泉。杨雪兰认为，母亲的长寿取决于她一直以来的乐观奋斗的生活态度，以及乐于为他人服务的精神。而她自己也深受母亲的影响，并一直用行动将母亲的精神延续着。从美国著名的 Wellesley College 毕业后，杨雪兰女士从事了多年的广告和市场营销工作。之后她领导和参与了通用汽车在中国投资12亿美元的上海通用别克轿车项目。杨雪兰女士也是通用历史上3位女性副总裁之一，同时她是美籍华人组织百人会的发起人，现任常务理事。自2000年退休后，杨雪兰并没有像普通老人那样简单的选择颐享天年，而是继续积极地参与到社会工作中来，用自己的力量为这个世界做贡献。她常说，退休并不是人生之路的结束，而是全新旅程的开始。每年她会花上几周的时间陪伴家人旅行，她的每一步都收获着喜悦。平常时光，他会和母亲、朋友举行家庭聚会，探讨艺术，高声歌唱，有时还会即兴创作几首小曲。马友友、谭盾等著名旅美音乐家都是杨女士的挚友。出于对艺术的热爱，
他尽己之力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将一批又一批年轻的艺术家和中国文化推向世界舞台。在他的帮助和推荐下，廖昌永、黄豆豆、沈阳等青年艺术家真正走到了世界舞台。和平年代，一片赤诚已化作人间大爱。在担任 NGO 组织大自然保护基金会的理事期间，杨雪兰女士始终致力于全球环境保护，即使这一切都是零报酬。她总说，自然是全世界的，我虽然只是一个个体，但能为这个世界子孙后代出一点点力，都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那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那就重新选择生存的顶峰。一城，一笑，一人，成就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宏伟史诗。复旦以永不枯竭的精神滋养了无数的好儿女，他的园子里永远透着一股欣欣向荣的生机，伴随着激励着更多的青年人去寻梦，去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传奇。Happy birthday, 复旦大学。